搭配比赛，今天是谁呢？是佩奇和乔治。乔治呢选择了小萝莉，佩奇呢选择了小正太。看一看他们谁搭配的衣服比较好看呢？首先从佩奇开始吧。佩奇首先给小正太选了一个老虎帽。看看乔治选的什么吧，是小公鸡帽。好，现在定位都定好了，那接下来穿衣服吧。一定是小动物的服装，对不对？衣服全部穿好了，看小猪佩奇把小正太打扮成了一只大老虎。那乔治呢，把小萝莉打扮成了一只小公鸡。乔治，乔治，看我的大老虎服装多威武，多漂亮呀！才不是呢，看我的小公鸡服装才可爱，黄黄的，真可爱。不，我的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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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吧，乔治，我们在这里争是没有用的，我们让小朋友们来评判一下吧。好吧，那我们把这个难题交给小朋友们。你们觉得是小公鸡好看呢，还是大老虎好看？大老虎好看，就给佩奇点个赞。